九九三的各位哥哥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来到九九三，看跳舞就来九九三，全网最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我叫鱼儿，大家点一下左上角九九三的直播通知和预约，然后也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的直播通知，还有上方的桃心关注，谢谢。好久不见，是的，好久不见。错过，先给你们跳一个三招了，你就是我穿，请开始我的表演。口气没喘上来呀啊！对，我刚刚有极乐净土的音乐，你们有点我关注和直播通知吗？我叫鱼儿，来自四川成都。喜欢我的话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的直播通知，还有上方的桃心关注。继续不要停，要看极乐净土吗？看极乐净土吧。好像有些人听出音乐了，极乐净土啊，喝口水，极乐净土吧，好，等我喝口水啊，喘一下，谢谢比心，谢谢。
叫做 Samsara， 口水就别喝了，我要喝水的。直播通知哥哥一声啊，哥哥们，来直落净土。但是我的衣服跳直落净土，你们可能会觉得不好看。好了，那我直落净土来了啊，一起扣扣六六呀。挺高的呀，就是啊，不相信，有点凌乱，就是啊，我谁最高的我就到1米8了，我成都郫县的，我是成都郫县的，刚刚好，嗯，我挺高的吧，我就矮。
再见啦。跳个舞都知道有人说你矮啊？对呀、啊、我一瞟好几个说我矮的，别以为我没看到。还有跳舞都打乱了心情都受影响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一瞟，哎，怎么有人说我矮呀？啊，真的就一个吗？那好吧，那接下来你们要看啥呀？看玫瑰花吗？就一个人说，那行，那我还是挺高的，证明这么多人还是觉得我不矮。大家点一下直播通知和关注，我叫鱼儿来自四川成都，也可以点一下993的预约。然后你们看那个玫瑰花不？看玫瑰花的扣666好不好？嗯，我们来跳跳玫瑰花怎么样？我要送